乱世下的儿女情长，乱世就是弱者的地狱，无辜的百姓惨遭杀害，抢夺百姓们的土地，这个国家已经无药可救。革命与叛乱的一线之隔，未来将写下的历史，是我无法。如果是成为一国之君，就是立国。刘亚仁、申世锦、尹君相、卞耀汉联手诠释六龙飞天，12月12号晚间6点，东森戏剧台。